你啥时候给装上的喇叭呀？昨天晚上。你想想看啊，这外头看不到人，可以当个广播站呢。有啥通知一喊就灵。林龙，你先跟我玩一下呗。别闹别闹，专业器材玩你别弄坏了。来来来，正常来，过来，过来，坐，快，坐下。好，坐下。你拽我到这儿，到底要干啥呀？我呢有一位偶像，我今天想借着这个东西呢开一档节目，向我的偶像致敬。那你叫我来干啥呀？当主持人呢？不是，我连你偶像是谁我都不知道，我怎么问问题呀？我的偶像？哎，你这个问题问的好啊。我这个偶像就是，你看，贝尔，看见没？贝爷，他呢是全世界最牛的野外生存大使。那你就自己说不就完了吗？你看你这么帅，学识这么渊博，你感觉你不当主持人是不是有点可惜呢？啊，这么帅，身材这么棒，哦，耶！